本身住在澳洲，成日在 Facebook 看到有个女仔写嘅嘢几好睇，咁于是就胆粗粗去 inbox 佢啦，先知原来佢喺香港做记者。我哋由 inbox 变咗做倾电话，日日都倾唔停。有一晚收线之后，真系好冲动咁订咗张机票，飞咗去香港揾佢。